只有腿毛足够长，才能当上西巴女王，因为这象征着她是精灵和人类结合的后代，拥有最高贵的血统。如今她竟要把养了二十年的腿毛剃掉，就是为了让隔壁村草爱上自己。忠诚的精灵苦口婆心的劝她不要因为男人放弃腿毛，女王却反问她：“你懂什么是爱吗？”而女王对村草如此死心塌地，仅仅是对方蛋唱了一首。 面对村草所罗门浓浓的爱意，女王当即嫁给了他。但这还不够，所罗门为了使女王永远留在身边，用魔法将精灵封印在一个瓶子中，并将瓶子扔进红海深处。可恋爱脑的女王得知所罗门的所作所为后，竟对此无动于衷。就这样，精灵孤独的在海底躺了两千五百年，直到被一位渔夫打捞上岸。岁月蹉跎，使得瓶子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。 他被当做一块石头填补城墙，见证了一个帝国的陨落。后来瓶子意外脱落，被一个女孩捡到。女孩偷偷打开了瓶子，没想到里面蹦出了巨大的精灵，吓得她昏了过去。精灵小心的唤醒女孩，表示自己无意伤害她，并且可以满足她三个愿望。因为只有当女孩许愿成功，精灵才能从瓶子中解放出来。这位女孩是一个奴隶，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这个王国的王子，因此她许愿能得到王子的青睐。很快，女孩的愿望实现了，她成为了王子后宫中的一位宠妃。精灵让女孩。 还把瓶子藏好，以免落入他人之手。与此同时，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才刚刚开始。在众多的妃子中，老国王如今独宠一位名叫赫伦的妃子。赫伦曾经也是一名奴隶，但他野心勃勃，渴望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。于是他四处散播谣言，并在老国王枕边吹风，表示军方要推举王子来替代老国王。精灵得知这一切，试图警告女孩要小心，但她已经许下了第二个愿望，让自己怀上王子的孩子。在成功怀上继承人后，女孩开始变得嫉妒。 傲慢，在其他妃子面前炫耀自己隆起的肚子。很快，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皇宫。赫伦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对老国王说：“王子有了子嗣，是为了谋权篡位。”最终，老国王做出了残忍的决定，他召唤王子前来，然后命令亲信用弓弦活活勒死亲生儿子。可怜的王子。 就这样成了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。精灵得知王子的死讯后，立即提醒女孩再许一个愿望，否则赫伦将杀害他们母子。然而，女孩听到王子的死讯后失去理智，没有再许下愿望，最终落入敌人之手。赫伦的手下用麻袋裹住了女孩，然后将她扔进海底。精灵奋不顾身的追了过去，但被一只恶魔阻挡了去路。 等恶魔消失后，精灵也跳入海底，但为时已晚，女孩溺水身亡，无法再许下愿望，两人都无法获得救赎。精灵再次被封印在了瓶子中。母亲将儿子和几个女人关在囚笼里，没有生够六百四十八个孩子，他们将永远不能出来。在母亲的操纵下，王子变成了一个缺乏思想的繁殖工具，逐渐爱上了母亲为他建造的囚笼，并且对离开毫无兴趣，因为只要待在那里，母亲会满足他的所有需求。他喜欢胖的女性，母亲就会为他找来城中最丰满的美女来此。 伺候他，王子还有一个嗜血的哥哥。哥哥在十一岁时登上王位，二十岁时御驾亲征战场，征服了高加索，并屠杀所有俘虏。但这并不能满足他内心嗜血的欲望。为了永久的掌握权力，他必须消除所有威胁他王位的存在，包括他的亲弟弟。就在他即将打开门的时候，母亲为了证明小儿子是个没有威胁的渣渣，向国王展示了他的病态杰作。哥哥哥哥哥哥 见到弟弟如此废物般的模样，国王感到恶心，毅然离开了那个病态的囚笼，丝毫不回头。为了分散国王残暴的欲望，母亲首先用酒精麻醉他，然后四处寻找帝国中最好的说书人来吸引他的注意力。然而，大部分人都无法取悦国王，最终都沦为国王的玩物。唯独有一个老者。 他没有华丽的技巧，只有纯粹的故事，但国王却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。后来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国王忘记了暴虐，夜以继日的沉浸在老者的故事中。渐渐的，这种友情转变为了爱情。老者去世后，国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。所有人都担心他的悲伤会导致新一轮的屠杀，但国王仅仅是坐在老者身边，一边哭泣一边酗酒，直到离世。国王死后，弟弟被母亲强行扶正为国王，而他则坐在王位后，成为垂帘听政的人。 即位的第一天，弟弟就任命他最爱的妃子为总督。一天，妃子在洗澡时不小心摔倒，砸碎了一块瓷砖，在屁股底下出现了一个瓶子，里面冒出一个精灵。这个精灵被困在瓶子里已经几千年，真的快疯了。他请求妃子向他许下三个愿望，因为只要他许下三个愿望，精灵就能从瓶中解脱出来。然而妃子拒绝了，他认为精灵都是狡猾的存在。谢谢你你 于是，精灵再次被囚禁在海底。不知过了几千年，瓶子辗转到了一个女人手中。她是一个孤儿，十二岁时嫁给了比她年长四十五岁的富商。而富商共有三个妻子，前两个妻子已经年迈，所以年轻的她成为富商的宠。 每次要满足负伤后，女人才有自己的时间。她打开了瓶子，精灵出现了，与以前一样。精灵让女人许下三个愿望，女人毫不犹豫的用掉了第一个愿望。她许愿获得所有的知识，于是精灵为她带来了各种书籍，教她历史、物理、哲学。 天文和数学，他还教女人如何将书籍藏进罐子里，不被富商发现。渐渐的，精灵爱上了女人。女人获得了真正的知识后，也不再愿意做富商的玩物。她拒绝了丈夫的求欢，整天关在阁楼里研究一个化学方程式，但她仍然找不到答案。于是她许下了第二个愿望，让她文思涌泉。精灵教给女人一个梦游的方法，女人的大脑瞬间被开发，无数的灵感涌现。她最终研究出了一个能够解释空间和物质形成的化学方程式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女人怀上了精灵的孩子。 精灵开始害怕女人许下第三个愿望，此刻他只想待在女人身边，因此他阻止了女人许下第三个愿望。没想到女人开始情绪失控，指责精灵像她的丈夫一样囚禁她，说男人都不可信赖。为了赎罪，精灵将自己封印在了瓶子里，直到女人消气。可女人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她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。 愿望实现了，女人瞬间失去了与精灵共度的记忆。就这样，精灵再次被封印在瓶子里，直到几千年后，一个女人在杂货店里买下了这个瓶子。精灵表示可以实现女人的三个愿望，女人才意识到自己像古一法师一样无欲无求。她实在想不出要许什么愿望。 就在昨天，女人在杂货店购买了一个瓶子当做纪念品，没想到打开后一阵黑烟升起，随后一个妖娆的巨人精灵出现在他的床上。女人以为自己出幻觉了。I'm going to close my eyes and count to three, seven, eight, nine. 结果数了一天后，精灵依然存在，还告诉女人可以实现她的三个愿望，但有规则，不能无限加码许愿，也不能要求长生不老。What is your heart's desire? 然而，女人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，表示自己想要静静。女人名叫艾丽西亚，从小就是个孤僻的人。上学时，其他女孩们总是成群结队玩耍，而她只能独自待在角落里，专注学习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由于热爱学习，她后来成为了一位教授，现在正享受着事业有成的阶段，既不缺钱，也不缺事业。曾经，艾丽西亚也有个丈夫。 他们从小就认识，毕业后就结婚了。起初他们很幸福，直到艾丽西亚亲眼看到丈夫与另一个女人亲热在一起那一刻，她因为失去和背叛而陷入悲伤。精灵提出她可以许愿让丈夫回到她身边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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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艾丽西亚连忙拒绝，因为她发现没有了丈夫。 他变得极其自由，从婚姻中解放出来，从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。他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将时间都投入事业，并通过自己的能力成功获得了现在的一切。作为一个听过很多预言的现代人，艾丽西亚对许愿所要付出的代价表示怀疑。例如，有一个小故事：三个朋友在一艘迷航的小船上捕到了一条神奇的鱼。鱼说：“每人可以许一个愿望。”第一个人说：“我希望和我的妻子在家。”噼啪，他消失了。第二个人说：“我希望和我的孩子在一起。”噼啪。 他也消失了。最后一个人说：“我想念我的朋友们，希望他们都在这里。”结果他们又回到了原点。事实证明，每个寓言故事都存在着类似的陷阱。冷静下来后，精灵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艾莉西亚：他是如何被所罗门封印在瓶子里的？如何见证了一个王国的权力游戏？如何爱上一个女人，然后被爱人遗忘？ 艾利西亚听完精灵的故事，被深深触动，于是许下了第一个愿望，让精灵爱上自己——一个忠诚而可信赖的人。 于是，艾丽西亚带着精灵回到了英国。回到家后，她的生活与以前一样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下班。只是家里永远有一个精灵在等待他，他们可以彼此倾诉，探讨生命的真谛。一天，艾丽西亚回家却找不到精灵，空气中弥漫着无数微小的尘埃。直到他发现时，精灵已濒临死亡。于是，他许下了第二个愿望。I wish speak you to speak to me。精灵实现了这个愿望。其实，精灵在现代城市生活并不适应，他能听到人类和机器产生的所。

精灵获得了自由，他离开了艾丽西亚身边，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。从那时起，艾丽西亚仍然一个人生活，但精灵会经常来探望她。尽管精灵不能久留，但两人会珍惜彼此相处的每一分钟。